两起惊险车祸，先来看到的是在嘉义番路乡路段，有一辆机车行经台三线的时候，在处过弯路段失控打滑，撞上了电线杆，结果机车瞬间抛飞，坠落到护栏之外，而机车骑士则是受伤骨折，送医之后没有大碍。而另外呢，是在宜兰罗东，同样发生了一辆车在转弯处没有减速，直接撞上了对向的车辆，一共波及到了三辆车。其实一个大转弯压车速度很快，车身瞬间失控打滑，摩擦地面，撞上路旁的电线杆及护栏，机车更是瞬间抛飞，坠落到护栏外。目击民众赶紧冲过去查看，所幸机车骑士没有跟着坠落，而后方车辆也紧急刹车。惊险画面就发生在经常传出车祸事故的台三线嘉义番路乡路段，所幸坠落的是机车不是人，骑士撞到电线杆后倒地，全身多处擦挫伤，肩膀骨折，被紧急送医救治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。横辖台三线313.4公里处发生一件自摔车祸。警方表示，该路段光是今年违规举发件数就高达2340件，为避免意外，已经讨论是否要增设测速照相仪器取缔违规。而同样发生转弯出车祸的，还有宜兰罗东，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行经中山路二段的转弯处，直直往前撞上对向的白色轿车，还波及到后方的一辆车辆。我本来要闪，但是没办法闪的，所以就是被撞之后，我就往旁边。撞偏到旁边去，遭撞的白车驾驶车内安全气囊爆开，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。警方到场检测，三位驾驶都没有酒驾，肇事责任还需要再厘清。警方也呼吁开车上路要谨慎，过弯处一定要减速，避免发生憾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